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加拿大的雪萍。在家里种的葱和蒜现在都可以采收了，这又干净又健康，吃起来也方便，采摘起来不用到外面去，不用任何的农药和化肥，绿色健康食品，吃起来太方便了又干净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还在家里种的这个杨柳树发芽了，看发了几个芽了，哇，长出好多根了，根上面又长小根了，真漂亮。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死了的那个叶儿都掉了，结果它根长出来的，参天大树种出来的呀，厉害吧。好嘞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点赞，请多多订阅，我可以做直播，看着11月15号种的葱在土里面。